吃日本桥冰亭九十处的日式料理。那这间是上个礼拜才开幕，然后今天就跟朋友来吃，那我们就是来试看看它的海鲜料理好不好吃。那我们就等菜色上桌再跟大家介绍。其实在周二更新美食相关影片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记得按下喜欢并分享我的频道给你的朋友，然后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新片通知哦。请享用微风台北车站为您准备的舒适美好购物空间。